一开始觉得这游戏应该会是个轻松有趣，没想到玩到如此让人恼怒的情况。说真的，我很久没让人那么这么让人不爽过。关卡设计，然后又重复性的 BOSS， 你以为这样很有趣哦？干，鸡掰了！有些人有趣，我不觉得有趣啊。他妈，这还国产呢？国产也可以搞成这个样子？下一次他们如果再出游戏，我可能要稍微观望一下。你还给我懂得放的谱写器哦！啊妈的，哎，好，这位。没有人哦，哼，我就知道，唬你的，怎么可能？还好他血不多。他妈的，哎，真的是魔力下降给我攻击封印三小啊！这个敌 buff 也太夸张了哦。要搞人也不是这样搞的吧？说真的，
我还是我画面累，可是其实是游戏画面这样子。这个血量真的挺多的。照这情况看来还有一个黑那个兔子小姐。我在干嘛？真的是。果然没错，还有一只分身。都击败了，
天哪、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好，休息一下好了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接下来直接来开干吧。然后我刚回去房间商店的时候才发现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升级了，所以花点。那又因为想说懒得跑那么久，干脆直接开个作弊器，直接全部把买买掉算了。反正希望能够好打一点啊。Oh my god， 这边又要再打一次哦。哦，没错，确实要跟主人打的，我有个预感。果然最后一次再跟自己的主人打一次。啊，那星星怎么回事？代表有很多血吗？我靠！如果是的话就好玩了。还是被打了。不管，直接硬吃吧。他有五条血，这我看每一条血都应该每一条的特殊攻击。按照这样的设计来看的话，他应该会有这样的设计。妈的，急迫无锡啊！干，这设计超级妈的。变得很像卷轴的游戏了。好、哦，又回来了。九之九以上伤害粉色，哇，会不会太没品啊？哦，他说九十九 HP， 伤害九十九以上就会直接攻击，这下伤好低了。大家只要用这个，
哎呦，跑太快了。又来了，好像跟现实世界快接连在一起了。我又没得按下的，算了。还有三条血，又来了！哎，这个敌破无效，真的是算了。好，又来了，第二次、第三次的空中战。稍微差点可避。
第四次，那到这情况还有最后一次的。这么刚好，好，花了时间重打一下，从这次开始最后一次，天哪，真的是搞死人了。等一下补血，感觉这一次比较久，好，又到了无敌，敌破无敌的时间了。
不是无敌，是急迫无效的时间。他这个急迫无效设定的有点，坦白说了，我不知道该算说好还是不好。OK， 最后一次的空中战，然后再一次回地面战，空中放大。我就知道每次都来这一套。又是电流狙击吧。今天又来一个彩虹桥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！这场战斗有个久呢，说实在。
第七章。Oh my god！又有新目标了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到一个段落了。我原本以为那一次是最后，没想到还有继续，我的妈妈咪呀！说真的，故事剧情走向我越来越不怎么关心了。说实在，游戏内容让我搞得有点头昏脑胀。那我诚心希望说下一次能够彻底解决的，没想到这游戏的章节不但久。那久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过程会如此这么的华丽，这么的花俏。那
这游戏如果破完，我大概不会再破一次，说真的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